大家早安，今天是礼拜六，4月16号。现在呢，要来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要来去拍我们的毕业歌的 MV。虽然我真的超级无敌不想露脸，非常非常不想，因为我都被拍起来都会看起来超级肥。我明天也还有一天，明天的那一场呢是我自己一个人，我是晚上，然后那一场是我自己一个人要唱副歌的那个 part。拍完了今天的部分，买了一个这个麻油鸡饭团，听说是蛮好吃的哦。然后因为明天还有一个卡，所以呢就吃这种食物，还有个糖豆浆。我刚才去看那个路边那种餐车的那个地瓜都没开，让我来试一试。哇哦，听说它的麻油鸡的很好吃。嗯，它的饭很淡的，好像糯米，不错不错。非常的久，我呢买了一个甜饼，然后一个炸酱面。我每次来这间都会点的炸酱面，上次很想吃的甜饼，就是甜的葱油饼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吃饱，现在大概7点多，然后我等一下晚上9点半的时候呢，我要去拍另外一场的毕业歌的 MV， 希望等一下一切顺利。现在吃一下我上次没有点到的甜饼，这个很好吃。嗯，它很像花生麻吉的感觉，嗯，然后配这个咸的炸酱面超赞。好饿。然后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啊，我吃完牛肉面一回家我就冲到安平，我们呢要把那个毕业歌 final 的版本改出来，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花了2-3个小时的时间搞定了，希望成品大家会满意。好的，现在呢到9点半，我要来拍我自己个人的 part， 我现在要去找那个剧组。辛苦了辛苦了，等一下就要站在正中间刷青。刷青才发现我没戴口罩，好，需要把口罩戴起来再讲话。大家早安，我今天应该会提早去那个家训班写题目。对，我假日的时候先用线上的题库刷了不少粉，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呢，我可以在上课前一个小时先去那边手写一下题目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8:40。然后他要先走路去上课，今天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今天要去考汽车驾照，所以我等一下10:45的时候要先去监理站考笔试，我等一下要再练一下笔试的题目，希望这次会一次就过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要跟我的朋友一起去，希望我们两个都可以一次就过。OK， 这一个礼拜开始呢，学校又恢复正常的实体课，所以我就会久违的回到我们的系办上课。昨天我去滑板的时候，我就在跟大家聊天，就突然发现，哇，我离毕业生涯2个月不到，非常的荒谬。
紧张啊！甚至就是一个刚睡醒的姿态。100分，然后等一下我要等我朋友出来，我们要去烤鹿烤。就过了，各位。专业上人。哈哈哈！拿走，你要拿走吗？我觉得要这样玩，要交叉吗？这样。想这个三。对。哎、欸。你要拿走。巧克力的。好了，你可以拍了。好，可以拍了。帮我弄一下那、這个。嗨起来了。这家叫什么？178。全台湾最好吃的饮食店。漂亮品呢、欸？我来拿外带自取。我已经期待这个东西多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太突然？那你的看起来就很还好。哦，不然大家一起来看《死白城》。这是妥中康出的。哎、欸，你这看起来很好吃，这是新的啊，我没吃过。我没吃过这个。啊，应该人吗？对啊。我今天早上呢收到教练讯息说我的那个驾照提早好了，所以我现在1点多就马上来，要准备领驾照。好久没来这了，我一直找另外那个理由。拿到了我的驾照，今天呢特别是我爸妈下午的时候会到台南，所以搞不好我可以练个车。学校纪念品店补买我的那个校徽，那时候把它弄不见。买到了，可以简单买个校徽，赞哦！哦，乌龙拿铁，谢谢。嗯、那很赞呢。我这里有。哦，好凉哦。结果你点什么？精酿小麦，你们可以偷喝一口吗？可以啊。桂花。这桂花好喝哎。他们说6点十五分就到。嗯。可不好，还可以过来吃的。这里真的弄得很赞呢，像这里都是透明的。喜欢你这一种吗？欸、真的、嗯，这是真的金箔，金箔超酷、嗯。是牛小白冻吗？叫、嗯、什么软丝吗？山友，然后第一次正式去那边吃饭，然后决定要在一起。我这上面是鲑鱼。他们上，我这刚被好大哦！哎、欸，这真的是不凡哎、欸！嗯，是瓦萨米啊？对啊，肯定要来点瓦萨米。嗯，他会理你的书吗？哦，这个干贝真的很扯，真的。那个模特可以让你有烙